开始，这个是急停装置，在出现有问题的情况下，按下它会自动弹起，旋转打开。这是现在是它有一个是自动的位置，一个是手动的位置。打到这个位置是手动的位置，打到这个位置是自动的位置。嗯。再就是我现在需要正常的工作的时候，我现在把它打到自动的位置上，这个按钮摁一下它就启动了。但是我不需要自动的情况下，我不需要自动的时候，我打手动的时候，它就下去了。这个手动充气吗？手动可以，手动不充气。对，你能不能讲明白吗？